先看经本370面，倒数第六行啊，请看经文：舍利弗，汝勿为此鸟时时罪报所生，所以者何？彼佛过度无三恶道。舍利弗，其佛过度尚无恶道之名，何况有时？是诸众鸟皆是阿弥陀佛于令法音宣流变化所作。我们看下面的注解，这空以净土合因而有出生，不服法藏本念，故名彼国实无卧道。以彼佛于令法变入耳，神理变化，非真畜生故，又不同天鸟能说法故。这个苏文呢，给我们解释的还是很简单啊。那么前面呢，讲西方世界有情说法啊，特别说这个种种杂事之鸟。那么我们在大本里面48愿第一愿就说得很清楚，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啊，没有三恶道，这个鸟是畜生道啊，怎么会有鸟呢？那么经文特别给我们说明啊，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没有畜生道啊。为什么没有畜生道？这个原因在无量寿经里面呢讲得很清楚，这个六道啊是果报，果报当然要有业因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贪嗔痴三毒之因啊，西方极乐世界任何一个人呢都不会有贪嗔痴的这个念头啊，这个妄想他们完全没有，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三途的果报。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有因必有果，有果一定有因啊。我们这个世界果道不但是多啊，而且非常之苦啊，我们从因中啊能够看得出来啊，就是三毒烦恼不断的增长啊。我们现在所能够觉察得到的，就一年比一年严重啊，我们就知道三毒这个果报是越来越广大啊，三途广大了，堕入这个里面的人多啊，而且果报是越来越苦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这些鸟从哪来的啊？世尊告诉我们，这都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目的是说法了。这些鸟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啊，变化这些鸟呢说法，他用一点土地。下面呢，在超里面
要给我们详细解释这一段文的意思啊。请看末后一行，是何因者？什么因缘？欲持暗蔽以为之因，生出生去。这是把卧道的业因呢，给我们说出来了。出生道的业因呢，是愚痴啊。这个卧轨道是贪爱，出生道是嗔恚。那么这种说法呢，是说第一个因，就最重要的一个因。其实因缘相当的复杂啊，不会说单单这个，就是这么许许多多复杂因缘当中，哪一个因最重要啊？那么出生道有欲痴啊，卧轨道有贪爱，地狱道有嗔恚，这算第一个因。我们如果体会到佛所讲的深意，肯定佛所说的话真实，那么我们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应该要警惕，我们从早到晚起心动念，会不会有这些念头呢？贪嗔痴，它容易觉察，嗔恚也容易觉察，愚痴不容易觉察啊。愚痴就是我们俗话讲的糊涂啊，啊，迷惑。对于眼前的一些事理，不能辨别邪正，不能辨别是非啊，颠倒错乱，这叫愚痴 啊，相当不容易觉察啊，因为你觉察到了，你就不愚痴了嘛啊，你在愚痴当中呢，你如何能够觉察得到？这很难觉察了。那么说个老实话，如果不读圣贤书，你不会知道自己是愚痴啊。愚痴人不会说他自己是愚痴，就跟那个酒喝醉的人不承认他喝醉了酒一样的情形啊。所以一定要读圣贤书，圣贤书啊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治愚的标准。圣贤书这个标准绝对不是以圣贤人见解做个标准，那这种圣贤人也不值得我们尊敬。圣贤书的标准呢，是拿我们当人自信做标准，是我们的信德了啊。我们自己信德，自己不能觉察，不能醒悟啊。圣贤人把我们点醒啊，让我们觉悟，所以他那个标准是我们自信当中的标准。不是他的标准，就是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也不例外啊。所说的这些标准呢，全是自家的自信啊，这个才值得我们敬佩啊。所以读圣贤书、学圣学贤，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而是自发自觉啊，
这才显示出这个大圣大贤呢，是至诚无私啊，的确超越了宗教啊。宗教怎么样？他牵着人走啊，啊，叫我们跟他走啊。佛法没有，佛法叫我们独立啊，顶天立地啊，啊，个个人独立啊，不跟任何人走啊。啊，这是佛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啊，值得我们佩服的地方。这是说出第一个因素啊，愚痴啊，暗蔽以为之因，这生出生道啊，见贪嫉妒以为之因呢，生魔鬼道。我们中国人常说，人死了，死了就做鬼了。这种说法是很武断的说法。六道轮回，你怎么断定他就是当鬼呢？鬼不过是他去投生呢，机会是六分之一呀。怎么能够断定他就当鬼呢？大家都这么说吧，这个说法呢，仔细去想一想啊，也有一点道理啊。道理在哪里呢？是哪个人不贪嘛？哪个人没有嫉妒心吧？啊，这个兼贪嫉妒啊，的确是占一个大多数。那么换句话说，大多数的人死了以后啊，都到鬼道去了。啊，坚持坚定，自己有的不能舍，啊，不能不舍。啊，贪是贪得，啊，自己没有的，希望能够得到。兼贪是根本烦恼里面的根本烦恼，啊，这个里头有愚痴啊，他要不愚痴，他绝对不会有兼贪。正因为愚痴啊，才表现出兼贪跟底下所讲的嗔恚啊。所以真正是一个觉悟的人啊，明白人他不会做这个糊涂事情啊，而且他知道布施是修福啊，真正的修福啊。佛在一切经里面都教导了啊，你修财布施，你生生世世财用不缺乏啊。为什么呢？你种的因好啊，财用不缺乏，这个好啊，不缺，这个多自在了啊，不必要占有，不必要急需啊。这个急财啊，你看连小乘经上都讲，急财伤道啊。啊，伤什么道呢？布施的道伤掉了，六度就是六道，就是菩萨道啊。六度是菩萨道啊，集财啊，菩萨道是掉了啊。所以佛不叫我们集财啊，啊，有财布施掉啊，你真的布施掉，到你需要的时候，决定有，决定不会缺乏。啊，世间人学佛，学佛不信佛了，对佛讲这个不敢相信，怕我布施掉了，我明天又没有了怎么办？啊，这个就是对于佛不相信。啊，学佛的人多，信佛的人很少。啊。
不要说是你们在家同修信佛的人很少，出家人也不例外啊。所以我过去出家受戒之后啊，我是出家两年才受戒啊。受戒之后啊，到台中学李谢老师啊，见到李老师的面，李老师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你要信佛啊。啊，这个我听了也很愕然，他叫我要信佛，然后他就给我解释啊，他说你学佛这么多年了啊，也出了家了，今天受了戒了，为什么我还提出这两个字来告诉你们？他这两个字真正不容易啊，真正不容易啊，幸福才能有成就啊。你看特别是净土宗信愿行啊，你不相信你那个愿啊就不是真的，你的行也不会真的啊，所以一定要相信啊，相信经上给我们讲的句句话了都是决定真实啊，决定真实，你只要照做的时候依教奉行决定得利，你如果违背吃亏的是自己啊。所以这个心太重要了，他就告诉我，自古以来许多出家一生这个心字都没做到啊，由此可知啊，这个信之意思难啊，真真是难啊！你看，你还有吃啊，你还有健康，这就不行啊！真正信佛的人，决定不会有贪心啊！真正信佛的人，心地决定清净啊！心为什么会清净呢？信心清净吧。你一心就不清净了，你是混浊啊，就是愚痴暗蔽啊，他迷啊，啊，觉心是清净的，啊，所以真正相信佛的，我们尽心尽力，点点滴滴呀，帮助佛弘法，帮助一切众生呐，啊，入佛门。你去做这个事情啊，这是真实不实啊，所以前面这个重要啊，你要有智慧的 啊为什么呢？这个世间假佛教太多了，你要帮助那个假的佛教，把真的佛教忘掉了，这个修福修到哪里去呢？好像那个种子啊，种在石头上，种在沙土上，永远也不会发芽，啊，也长不出来。这是愚痴啊！啊，真妄不变，邪正不分，这个就错了。所以要晓得真正的佛法。真正的佛法叫末法，像楞严所说的末法时期其思说法如恒河沙啊。再看看天亲菩萨在往生论上所说的，说末法时期佛法的情形啊，佛的形式啊，就在外表上形式上比不上外道啊，出家的比丘也出家人，这个福德呢相好也比不上外道啊，所以外道在末法时期这样的
壮大，他有势力，他有大福报啊，有大福报啊，相好庄严，都比佛弟子胜过百十倍都不止啊。所以大众啊，只是看到外表一窝蜂的都去了，这叫一盲一盲啊，相亲如何看啊？啊，真正的佛弟子，你遇到之后，你瞧不起他，为什么呢？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吃的有一餐没一餐，那种可怜的样子，你怎么会瞧得起他？你瞧不起他啊？越是大家瞧不起，所以佛法慢慢就衰灭了，正法没有。啊，这个邪法外道逐渐逐渐兴旺，啊，信徒多，啊，那今天讲的是财力雄厚，无论做什么事情，啊，可以说他们通通包去了，包办去了，啊，宣传最有效的工具，电视台，他有钱，他可以包去，宣传他的法门，啊，正法呢，正法没法可多。啊，纵然偶尔会有人发心，昙花一现，播几次，后头没有钱了，就完了。啊，让这个世间人得到一个什么呢？一个非常不好的形象。你看，他们有什么福报？啊，他讲的什么？如果真正讲的好，大家欢迎；他讲的不好啊，啊，所以讲了几天就中断了，没有了。啊，这个就是逐渐逐渐的时候，佛法衰灭了，我们。要晓得啊，要知道，所以这个修福没有真正智慧，他修不到啊。有福的人啊，一定有智慧啊，有智慧，他才晓得应该怎么样去修持啊。所以修财布施，财用不会缺乏。修法布施的果报是聪明智慧啊，不会愚痴啊。修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这修因，有因才有果啊。这个莫有因，哪来的果报啊？因因果报真实不虚啊，这是我们要记住的。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去做啊，去做依照佛教给我们做啊。我们有没有求呢？不求，什么都不求，你才样样都不缺乏啊。我在佛门里面修布施，我有求，这谈条件啊，这个心就不清净，跟佛菩萨谈条件啊，我今天来修庙，我来供养你，希望你保佑我啊，保佑我升官发财啊，我发一千万财，我布施十万，这很对得起了。你说这种生意啊，呵呵，这是现代人很愿意做的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啊，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佛门里头要用清净心修福修慧啊。什么期望、欲望、祈求都没有，心清净啊，清净心是真心，清净心能生万法啊，能生万法就是佛门里讲的有求必应嘛，啊，绝无缺乏，因为它能生万法嘛，啊，清净心是真心。啊，一切具足啊！所以佛说，这个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绝对不是说佛菩萨给你的，不是的啊！你要是这样想法就错了，不是佛菩萨给你的，是你自信当中本来具足啊！因为你心清净了。
所以这个清净心里本来具足的一切法了，随心随念就起心性啊，因为你心得自在啊，所以你这个本性里所藏的这些智慧福德它也自在了，自在显露啊，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有求必应啊，不是佛菩萨，你没有的佛菩萨特别赐给你，特别给你，那是宗教，那是神才干这个事情，佛不干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那么这也是说明佛为什么叫我们自己修啊，修是什么呢？是把自信本有的智慧的能呢上的障碍去掉啊，贪嗔痴是障碍啊，一切众生的智慧的能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所差别的就是人家的智慧的能现行起作用，他得受用，我们虽有被贪嗔痴盖覆住啊，虽有起不了作用，那苦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的方法是把这个障碍除掉，我们的智慧的能又现前了，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所以绝对不是佛菩萨赐给我们的啊，佛菩萨保佑让我们得到的没这回事情啊，这种说法对于佛教都不通常啊，这个是迷信啊，就一定要晓得它真实的道理啊。下面说十恶五逆，一味之因生地狱去啊，这就是地狱道的业因呢，是十恶五逆啊。那么这是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刚刚读过啊，读过没多久。经里面给我们讲的五痛五伤，讲的恶因恶报，恶报当中痛是花报，花报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世报，烧啊是果报，果报是地狱报啊，地狱不就是寒冰地狱，也是一片火光，所以有烧这个词来代表。十恶五逆这是地狱道的意义啊，十恶是身道杀道业啊，口妄语两舌，从两舌里头挑拨是非啊，恶口绮语，绮语我们常讲花言巧语啊，说得非常好听，不怀好意啊，是要暗算别人的啊。那么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所谓一些这个戏剧啊，歌舞，可以说在佛门来讲，通通属于欺辱啊，因为它的内容都是叫人做杀盗淫妄啊，这些都是属于欺辱啊。一三业是贪嗔痴。所以喝起来的食物啊，这是我们要常常经典啊。那么无量寿经呢里面所讲的啊，那一段经文我们读过了，它的内容是五戒十善
五戒是什么，所以这个翻过来啊，收我翻过来就是十善。这个是念佛求生净土的人最基本要遵守的戒律啊。如果连这个五戒十善都做不到，你佛号念得再好，你决定不能完啊。为什么呢？我们西方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身与意三业都不善，你怎么能跟他们相处啊？阿弥陀佛虽然欢迎你去，你跟大众出不来，还是去不成啊。所以五戒十善要认真地修 啊，决定不能够违反啊。这个是啊，真正想在这一生当中超越三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千万要记住啊，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啊。到以后你念佛念了一辈子往生不成，你不能怪别人啊，这个讲习当中都给你讲清楚了的啊。这个就是我们障碍啊。那么无逆，逆是叛逆，这个罪也是极重之罪啊。有五种，第一个就是杀父亲啊，第二个是杀母亲，父母的恩德非常之大啊。我们这个身体得自于父母，父母有养育之恩，不能报答还要去杀害，这个是决定堕阿鼻地啊。第二个呢，是这个杀摩罗汉啊。摩罗汉要以一般的讲法呢，就是老师啊。老师是化身父母 啊，我们的智慧在佛法里讲，化身慧命啊。人有两条命呢，一个生命，一个慧命呢。生命得自于父母啊，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这个孝亲尊师啊，常常是相提并论啊。老师的恩德跟父母没有两样啊。那么这个害老师啊，杀摩罗汉是害老师啊，等于杀摩罗汉啊。这个是地狱的有罪啊。其次呢，叫触佛身学，佛是我们第一个老师，创教的这个老师，这个对于九界众生的恩德是第一大啊。所以人天眼目啊，一切众生的化身慧命都靠他啊。佛的福报太大了，没有人能够害得了佛啊。他福报太大了，害不了佛啊。但是是佛留一点血，这个可能啊，害佛的生命害不了啊，叫他受大的伤害受不了，破一点点留一点点血，这个可能有啊，这个罪就很重了
那么当然今天佛不在世，佛圆寂已经3000多年了，可是有但留罪等跟他平等相等，那就是佛像。佛像是成慧心悟心，毁掉佛像等于出佛身时如果说无意的没有这么重的罪是一种成慧心讨厌的心，要把它毁掉，这个念头这个罪才是无名罪。那么最后一条呢，就是破和合僧破坏僧团这个罪过也是多地狱之罪那么僧团说得很清楚，和合僧团所以这个和合僧团呢，我们在这个世间还没有见到过像今天许多道场彼此互相回报他们到底罪是不是无逆罪呢？还没有到为什么呢？因为他本身呢不是一个真正的僧团如果本身是一个真正的僧团，这一个团体4个人以上共住，通通修六合金，那你要是破坏毁谤了，那这个罪恶是第一个但是这样的僧团呢，在中国外国也许是有啊，我没有见到我所见到的没有见到一个六合金的僧团包括我们自己的道场也不是六合金的僧团我们极力提倡了，但是并没有真正发心呢是六合金所以这个要自动自发如果台湾真的能够出现这样一个道场我们台湾呢2000万同胞都沾光了为什么呢？这个地方不多难所以就看看有没有人呢能够真正牺牲，彻底牺牲自己的这个我们现在所讲的众生眼睛当中讲的利益因为六合金里头最基本的是两条，一个是见合同解一个是利合同生能够真正把利养舍弃掉真正的没有任何成见成见舍掉了，见解就相同没有成见，心地清净，这是个基础这个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舍弃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六合金的团体就是不为己，那么一般人讲这个是天诛地灭了，实际上的时候超越了天地人家做佛去了超越天地天诛地灭说的也很有道理，为什么呢？天地里头没有这种人他是佛菩萨带来的嘛，他不是天地之间的人嘛这六道里头没有嘛，他超越六道了所以这种行持的心态他就现前就超越六道了所以能够得4个人在一起共修真的台湾就有福了那是真正有那么这个上面讲的呢叫明三恶道出生恶鬼地狱这三恶道，以六道中天为最善，
人道次第啊，修罗介乎善恶之中，故读此番罪名为恶。那么这是说六道，六道里面天道不善，欲界天是上品十善的因所感的啊，前面的食物翻过来就是十善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欺啊，不贪，不嗔，不痴，这种人生天。上品十善，升天；单品十善，只能够升到桃李天。这个要知道，桃李天以上就是夜魔天，还是欲界，还是欲界。夜魔斗帅化落他化自在天。这个四层天是欲界上面的四层天，单单修十善呢，到不了了啊！所以我们通常一般人呢，讲超度，超度有没有用？有啊！超度是修福啊，以我们的福德赠予给他啊，不管叫加持，你就送给他。我们修的福不要送给他，他可以接受啊。他以这个福报，最高只能够升到超度天啊。你像梁武帝，是我们佛门了不起的一位佛法，虔诚的佛弟啊。他的妃子死了以后啊，他请宝智公来主持超度的法会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世俗所讲的梁皇宝忏，梁皇就是梁武帝啊，梁武帝请宝智公超度他的太太啊，做这个佛寺，这个佛寺啊，现在记录下来就是叫梁皇忏啊，修忏会法的。宝智公是什么人呢？是观世音菩萨化身来的。你们想想看，观音菩萨来主持这个法会，来超度他，也不过超度到桃李天而已呀、啊！啊，上面呢，上面没办法，超不去，超不上去。啊，所以大家要晓得。啊，那么诸位再看这个，莫难问师父吉凶经。暗示高翻译的啊，我讲那部经的时候，把暗示高的历史略微介绍了一下啊。暗示高是得道的高僧啊，他已经翻译完毕之后，他到江南去超度他那个师兄，前世的师兄弟，现在堕落在畜生道啊，要当神。我们中国人讲龙王，这个鄱阳湖的龙王啊，他是什么身呢？蛇身，是一条大蛇，出生道啊，他就超度他啊。这个龙王福报很大，是因为他前世修行明经布施啊，他。讲经说法讲得好啊，又肯布施啊，这个真是难得了啊。他为什么会堕落到神道里面去呢？嗔恚心没有断啊。那个时候因为是托钵嘛，托不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不太高兴了。我这样真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今天犯了没得吃啊，心里面呢就有一点不平，有一点怨恨。诸位想想，这么一点小小的嗔恚，那么好的修行，还要堕落到恶道，
如果自己没有修行，还有这个恶念，你就想他将来往哪里去，你就知道了。所以他做了龙王啊，他是一个湖啊，一个湖泊的龙王了啊。因为过去生中明经，所以他有神通，他知道过去未来，这是智慧吧啊。他又有布施，所以他福报很大啊，周围一千里这个范围的人都去拜他啊，好像我们台湾的那个北港的马祖一样，马祖是龙王啊，身份呢跟安世高同学身份是一样的，他也是龙王啊。你看全台湾的2000万人都去拜他，他的福报多大，前世修布施。哎，你去求他了，往往很灵验，那是什么？前世他通达佛理，他讲经说法啊，所以他很灵验啊，有福报。但是神他也有寿命的啊，安世高去度他，就是他的寿命快要终的时候啊，去度他。那么这个神见到安世高，见到老同学啊，老同学给他念咒啊，咒语，然后叫他出来啊，叫他给大家看看，他不好意思出来啊，叫他一定出来，这样才能够灭罪。那么他才从那个佛龛里头慢慢钻出来了，是一条大蛇啊，见到安世高有两位啊。那么他托安世高给他修复啊，用什么方式修复？修复呢，就是把他寺庙里面的财物他通通捐献出来送给安世高啊。安世高在南昌，就现在的南昌啊，在那里建了一个佛寺啊，叫大安寺啊，是我们中国江南第一个佛寺。这第一个佛寺啊，就是那一个龙王啊捐献出来的啊。他以这个福报僧陶立天呢，也是僧陶立天啊，才知道这个超度修福啊，最高只能够升塔利天啊，往上面去呢要修定，要靠自己修定啊。修定是我们佛教普通的一个名词啊，因为佛法不管是哪一种，不管是哪一个法门，所谓是84000法门，你只要依教修行，通通叫修定啊。修方法不一样，目的是一样的啊。你的禅宗里面叫禅定啊，教下里面叫止观啊，天台家有天台止观，华严宗有法界观啊，也是止观入定的啊。净土宗有一心不乱，功夫成片。那么可见的说法不一样，通通是修定。但是这个定呢没修成功，虽然没修成功啊，他有定功，看他定功的前身生欲界上面的四分天。如果定功成就了，真正得到定了，那就生色界天，就不是欲界天了啊，就到色界去了啊。色界天人财色名食睡呀，这个五欲没有了，才能到色界。那么由此可知，财色名食睡这个心理啊，还没能够断得掉。你修得再好啊，你那个禅定功夫再深，也是欲界天，到不了初禅
真正到初禅了，才是明实睡呀，决定不会动心的，决定不动心，这个才能够到初禅以上啊，所以初禅以上，不但要修定，还要修四无量心，这个四无量心是慈悲喜舍。所以有真正的禅定啊，还要有慈悲喜舍，才能够生色界无色界。这个天是殊胜的，人道自体，人比不上天，但是比其他的四道都好，四于天道啊，修罗介乎善恶之中，可以说逃离天以下的都有阿修罗，逃离天以下，这个地狱里头没有阿修罗，所以阿修罗呢，这个欲界天有，人道的都有。鬼道里面有，畜生道里面有，阿修罗的特质有福没有德行，没有德行，有福，也就是前一生当中啊，修福不修慧呀，不但不修慧呀，修福里面带着共高我们，你别在佛门里面修福，我们讲个很普通的吧，这个佛门里面做功德，他也来，他也肯出钱，也肯出力，但是好胜心，总要站在别人前面，人家出10000块钱，我出10000，我要在他前面，不能在他后面。这种心态去修福呢，果报就是阿修罗，所以他也修道，他修阿修罗道，他有嗔恨心，有嫉妒心，有嫉妒心，所以他不是一个清净心，不是用清净心、平等心、恭敬心来修，它是由嗔恚嫉妒，由共高我慢的心呢，在佛门里面修复，那么这个就是，看他修这个佛大小啊，那么做了阿修罗，他这个势力大小也不一样，也不相同。那么这个呢，我们通常叫做三善道。而把畜生恶鬼地狱称为三恶道，就这个三道罪因为恶，这是最苦的，因恶果报也苦，夫因于净心生于净土，何有净土而有恶道？这个怀疑就在此地，我们晓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心清净，心净的土净，修学的时间不论长短，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论修行的久暂，只论心地清净。人家念一声阿弥陀佛，念两声阿弥陀佛，心地清净，他就可以往生。我们念了一辈子，心不清净，不能往生。不可以说我念一辈子，他才念几声，那临终十念就往生了，我念一辈子不往生，这个太不公平了。
实在讲不是不公平，人家那个一念十念是用清净心念的，是平等心念的，是恭敬心念的啊。我们念一生一念念佛是一念胡思乱想，你说这个不如人家的、念一辈子也比不上人家那个十念的、这个不能不知道啊，不能不留意啊，不要以后搞了一分啊还不能往生，这很冤枉啊。所以古德教给我们死尽偷心啊，偷心偷机取巧的这个心念要死尽，要以真诚之心去念啊。所以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它才能相应的。我们虽然念着念了不相应的啊，不相应的这个念佛，只能说在阿赖耶识里面熏习成道啊，这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种子。这个种子哪一天起现行起作用，不晓得。那么由此可知，真正念佛了，确实古德给我们讲的话很有道理，身心世界一切放下，绝对不留念。你在这个世间还有计较，你就心不清净啊，这个坏事坏了我们这一生成佛的大事啊。首先要把得失这个念头啊放下啊。我们在这世界用什么样的心态呢？真的站住，像住旅馆一样站住啊，等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个地方一切与我没关系，与我没有交涉啊！大家对我好啊，我尊重他；大家对我不好，我也尊重他。因为我住不了几天就走了嘛，何必跟你们过不去呢？啊！你们给什么给我，我都不要，因为我晓得说，我一样也带不走。所以你得到约定没有一丝毫挂念的心啊，你失掉也不会有一丝毫后悔的心。为什么呢？带不去嘛，不是自己的嘛啊。这个样子把你心里面的妄想杂念呢洗得干干净净，这就是古人讲放下身心世界啊。这样一句阿弥陀佛才相应呢、这个佛号才有力量啊！啊，不是这样念佛，说实在话，只是种种善根而已啊。所以，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啊，为什么念佛人不能往生？就是他有牵挂，他放不下啊。这个世界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牵挂了啊。啊，这个害他的是生生世世六道轮回呀、所以有智慧的人他觉悟，真正觉悟。不能觉悟的就是这边讲的愚痴难避，他不觉悟啊。修行说老实话，修什么呢？纵获大乘经典里面
一切法门所说的，把它归纳成这个精要啊，可以说只有两个字，一个是舍，一个是忍，忍耐。舍就是布施，就是放下，真正能舍，把它通通舍掉，我通通不要了，心就清净，不要就没有牵挂了。不要钱的人，什么货币升值贬值啊，什么与他根本不相干，他自在也不操这个心。什么这多少利息，那个他也不想干，他没有这个念头嘛，心清净了嘛。五欲六尘通通要舍，不但这个要舍，佛法也要舍。佛法不舍，还有好多大乘经典还要心心念念，这个没有看，那个很遗憾，是他心不能清净。所以真正入了门呢，莲池大师晚年才入门呢，这三藏十二部舍掉了，让给别人过去了。所以到最后呢，最后就一本经《阿弥陀经》一本经。他一生的功力就在这一部《弥陀经》疏钞上。一生到最后就归在这一部经，一句阿弥陀佛。这是人家为什么会成就，我们要知道他到晚年才入这个境界。如果我们很年轻就入这个境界，那我们的程度超过祖师多多了。所以你不要以为还有他的晚年才是，我现在很年轻呢。似乎我现在还不是写的时候，可是你有没有跟阎王签了合同呢？你能活多少岁呢？黄泉路上无老少啊，要快快警觉啊。你觉悟的越早越好啊，越早越好啊。六祖慧能大师24岁彻底放下，他成为一代祖师，很年轻啊，24岁通通放下了啊。他修什么行呢？他到猎人队里要帮人家看猎户的野兽，替那个猎人烧饭，做苦工，吃肉边菜，那是一个明心见性，在我们大乘原教是初住菩萨了。在猎人队里也待15年呢，不是短时间呢。一个就是身心世界彻底放下，他不施波罗蜜圆满了。另外一个忍辱波罗蜜圆满了。以天人师的身份去伺候那些天天造杀业的，无恶不作的替那一帮人服务，你想想看吧，他就过那种日子。这是人家之所以能听见，他到后来离开猎人队，到南方讲经说法，示现出家相，做了祖师了。在我们想象当中，那一队的猎人呢，一定都学佛了。猎人到以后想，嗨，从前天天我们骂他打他责备他的，哪里晓得他是菩萨了。
一定回过头来断我修善啊。所以他在那里十五年把那里头每个人都渡回来了，那一句话不说就把他们渡回来了啊，使这一些人的时候改过自新啊。所以《金刚经》啊，这是禅宗五祖以后啊作为印证的一部经典啊。《金刚经》里教给我们修行两大纲领，就是不施忍辱。所以一定要能忍啊，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唯有能忍心才清净啊，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夫。那么修学清净心是我们的目标啊，心净这个土就净啊，所以应于净心生于净土。侯有净土而有我道，如其有者是杂秽处，不依娑婆，何名极乐，故有疑也。啊，他这个疑问在这里啊，所以净土啊不应该有我道。如果那里真的有这些畜生，那不是净土，是秽土啊，那跟我们娑婆世界没一样了啊。十方诸佛刹土啊，跟我们娑婆世界都差不多，都是有六道的啊。那么这个就不能叫极乐了啊。疑问呢，是从这个地方生的。这一段这个开始啊，这莲池大师给我们的开始，苏与超都是他老人家自己写的啊。这个开始是解释经文的，那么由此可知，这种怀疑释迦牟尼佛当时就有人怀疑。如果当时没有人怀疑，佛在经里头不会有这么一段话啊。这一段话呢，是断疑生信啊，破除我们疑惑。当然对于大乘经论读诵的多的人，了解深的人没有疑惑啊。譬如说《无量寿经》，你们通通念过，你不会怀疑啊。但是诸位要知道，我当年在世讲经，跟我们现前讲经呢，这个情形差不多啊。因为佛并没有办学校啊，虽然他是一个教育家，普遍教化众生，没办学校啊，学生不是报了名的，不是像现在学校的时候是一定要到学校上课的，不是，所以完全是自由开放的方式，就像我们现在讲经的法会一样啊。你喜欢来啊，欢迎你来，你如果不愿意来，也不会受惩罚啊，也不会呀、有处分的，不像学校学生，你要不上课了要扣分数要记过，是佛法里头没有这些。因此每一会都有出来的人，这个出来的人听到这个他会怀疑啊，哎，极乐世界
说没有三恶道，怎么又会有这么多鸟？他就是怀疑了。所以唯了对于这些初学的人，对于才来听的人，那就一定要有解释的必要。所以这个疑是这些人，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解释也是对这些人，如果对老同学们，那么换一句话说的，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并不能真正分歧信心，虽信而非实信，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我们相信佛陀在世的时候就有。我们现在念佛的人，念了多少年的佛了，甚至于到临终的时候他不念了，他怀疑了，这种情形都有。无量寿经里面，本师跟阿弥陀佛发大慈悲心呢，以神力加持，叫与会的大众啊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三转法轮里头给我们做证明，做正转。我们在末法看到念佛往生的人，往生的人不一样就是他们念佛功夫浅深不一样，他们平常修学的心态不一样，所以往生的这个瑞相不相同大凡是真心真念，他的瑞相都非常的殊特殊胜奇特像这一次我们在这个新加坡新加坡最近有三个往生的就见到有佛光听到天乐闻到异香，这是真正完的这个决定不是假的像地西这个周广大临命终时才闻佛法只念了三天三夜见到西方三圣从云端里面下降来接引他往生这些面相足以给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你相信这是有福不信不信是没福分何况这个近年来中国大陆台湾这边念佛往生的很多很多这个大陆上宽律法师写了一本往生论在台湾台中林刊志老居士写了一本近代往生的这个经文录台湾往生的人数超过大陆太多了也许台湾地方小哪个往生很容易打听到大陆地方太大了我相信这个宽律老和尚他所记录的是一部分他不知道的一定还有很多人那么由此可
可见这个法门呢，真实不虚啊！能信能愿呢，这是真正有福之人啊！所以这个法门，念佛的秘诀就是不怀疑、不间断、不夹杂啊，能够心行。都能够依教奉行的话，这个决定完。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